你好，我是在韩国经营着国民企业冠城股份公司的代表，想了解我的朋友请在 YouTube 上搜索我的名字。我是大韩民国运营 YouTube 频道和内改论坛的代表，做测 PPT 收益帅是我推荐的项目的收益帅。大家正在收看的是巨大的收益。韩国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，向韩国企业投资的人请来找我。我的股票经历超过30年了，左侧爬波尔破银收益从2016年6月1日到2018年6月30日，在我分析的韩国最便宜的，而且只选了投资对象最广的贝蒂评价。我是7到30日投资2年获得巨大收益的企业代表。我运营的国民企业管性为了成长为全球性企业。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经营的企业，并讲一讲关于我的事情。我推荐大家韩国的代表企业三星和 BTS 防弹少年团，也是大韩民国的骄傲。大韩民国韩国是一个拥有巨大国家竞争力和发展承诺的国家。在这样的大韩民国里，我是个拥有特别能力的人。在韩国所有企业中，我分析和投资的股票都100%到1000%大获成功。正在筛选爆发的股票进行投资，营业收入极好，现金流极好，且具有极强的被低估的投资吸引力。我知道能够获得巨大收益的股票，所以正在进行投资。美国、欧洲、英国、中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银行利率为负。在负利率时代，请关注在韩国以最高收益著称的国民企业关信代表贷款性，寻找在国民企业关信投资的人。国民企业的关信是现在也是每月18日支付免10%红利的企业。通知您投资国民企业关信的方法。第一种方法是作为国民企业惯性的股东参与，每月18日获得10%的年分红。第二，将投资资金汇入国民企业冠城，由世界各位即为直接投资韩国股票提供建议和方法，并从中获利。如果见到我坐边的爬波尔破银的收益金，将全部成为大家的收益。右边的榜单显示自韩国股票因此拉柔眼眉19暴跌后，从3月20日开始大幅下跌，以低廉的价格收购230家公司的股票，获得了丰厚的收益。该资料是在我运营的内盖科菲和 YouTube 次官性频道上全部推荐日和推荐项目，视频根据资料都留下了。现在国民企业的关心为了成为世界跨国企业，正在和各位见面。来到我身边，大家就会度过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。那么以日免19大幅下跌之后，我买入的股票收益将告诉大家。最低价1250韩元卖入，最高价11260韩元暴涨，收益高达815%。大家现在都在看，遇到我的人会成为大家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。如果找到我，这个收益会成为大家的收益。如果来找我，大家的人生就会不一样。大韩民国韩国的未来很美好，投资大韩民国国民和大韩民国企业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。全世界最后一个分裂的国家韩国，在不远的将来，如果韩国实现统一，韩国企业的价值将会大幅上升。我收购的企业股票在大韩民国是资产对比被低估的优秀企业，营业收入持续盈利，现金流非常好的 TOP 企业，想要成为只特别选择能够获得巨大收益的项目，获得巨大收益的国民企业惯性的事业伙伴的人，来找我吧。我有信心让你们的人生变得最幸福。一位想投资韩国股票，想作为股东参与大韩民国企业，每月获得稳定红利10%的人，请与我们联系。
我的联系方式是010217356080，电邮地址是那边 come。